我们戳破政府国民健康的谎言，我们戳破黑心政府，我们戳破陈冲的谎言。好，鼓鼓掌。全国的朋友们啊，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我们的权益勇敢抗争到底。团结团结拯救台湾，团结团结拯救台湾，团结团结拯救台湾，团结救台湾。国民健康现危机，国民健康现危机，食物安全亮红灯，食物安全亮红灯。反瘦肉精，反瘦肉精，反毒美牛，反毒美牛，抗议黑心政府，抗议黑心政府，抗议黑箱作业，抗议黑箱作业，陈冲无能，陈冲无能，陈冲下台，陈冲下台。先自我介绍一下。都会守护台湾国民健康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因为今天是我们行政院的院会，所以今天派我经济处和团里来接受大家的恳请。那仅代表行政院表达的立场。第一个，首先肯定那个环美的联盟的那个钟弟兄，还有植物联盟的相关的干部哈。长久以来持续关心公共政策议题，尤其在社会福利还有环保卫生等方面的投入跟付出表示万分的敬佩跟感谢。第二个要表达就是说，行政院任何公共政策的决定哈、始终是以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哈、所以在这个案子我们处理的最高原则哈、跟会联盟的诉求完全是一致的哈，是根据科学的证据跟事实来做出决定。同时在同时我们也会兼顾到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哈，经贸的利益，还有整个国际外交等层面，以获取国家最大的利益哈。第三个要表达的就是说，据闻就是会协会哈，就会将持续会。表达行动来反对政府开放的立场哈，这个这方面我们行政院表示尊重，同时也希望你们给行政院做必要的监督，使得行政院或者各项政策能够更落实的照顾全民的健康哈。那最后就是说你们的诉求跟行动，我们会完整的转达给我们的长官一下。刚刚第一个哈，当然你是被推出来的哈，他相较于上次派一个处长来，就是成绩，我觉得没有诚意啊。第二个呢，刚刚你说行政院的立场跟我们完全一样哈，那我们就问几个问题：瘦肉精有没有害？其实这个议题啊，专业学者，我觉得有害、如果说你们真的是对相关的论证哈有意见呢，事实上不需要在这边来做讨论，有需要的话哈，可以到我们这边。喝咖啡啊，现在是哪一个品牌的咖啡？现在就可以解决。不要问这个好不好？那如果说真的是有意见的话，我们是开放对方的沟通。你刚刚说院行政院跟我们一样嘛？我们认为瘦肉精有害，那你就问，你就回答有没有害。因为立场是，你刚刚讲一样啊，那就回答有没有害。一句话，我们就不用喝咖啡。其实钟弟兄，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的。我们一致就是零检出，所以你们也一致喽。对，很高兴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场是一致的啦，哈，就是维护国民健康跟福利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一项决策透明。今天非常高兴，行政院的代表终于说出跟我们的立场一致，零检出。那。是零检出吗？是零检出的哈，对，我他没有说承诺，他零检出，维护国民健康的立场跟福利是一致的。零检出，零
我现在上所有的市场都可以买到健康安全的肉吗？你带我去买。要不然我们这边怎么离开？我现在真的要让我去买安全的。我现在就是要去买。那这样好不好？那这样我觉得，如果这样陈院长他有诚意，他明天带我们去菜市场买无瘦肉精的肉，好不好？他买，然后呢，他选，我跟你无关了，你转达请院长陪我们去买瘦肉精的肉，无瘦肉精的肉，看的肉。好，你告诉他我们怎么检查无瘦肉精的肉。我们怎么判断啦？我可以的。好。我们很高兴知道了哈，如果说这立场一致，那是不是行政院哈或相关部会在有这些相关重大决策的时候能够透明公开哈？包括上次在农委会的第三次专家会议，希望能够上到的行政院跟农委会的网站，能够让我们了解所有的那个决策过程是不是透明哈，让我们的公民能够大家一起安心。相关的资讯我们会适度的公开，为什么适度的规定就全程公开？为什么你们上次开放过之后的录影带都不愿意上网？第三次的咨询会议哈是全程广播，我相信你们大应该也有看得到。是，但是为什么不上网去公开呢？公开，你们有什么疑虑吗？他讲了之后反对人。我们要在这边慎重的跟我们说媒体朋友讲，他们的公开基本上是做半套，也就是说那天确定完之后，他们不敢把所有的网站的资，把这个开会的资料全程的上网。我们要求行政院，如果今天要让更多的公民参与，要让大家更了解瘦肉精是什么，他们应该要有自信勇敢的把第三次的会议全部完整的公开上网，可以吗？如果你连这个都没办法承诺，请你不要说你跟我们一样。好，另外我们刚才也听到哈，就是希望考虑行政院考虑到国家最大利益，请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以把健康拿来跟我们的国家利益交换，这个也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的健康可以拿什么来跟国家利益来交换。这个不是在这边一个辩论场合了，真的是大家有意见哈，我们是欢迎在相关的场合来做一个沟通跟对方啊。等下去喝咖啡了。好了，那好了 ，OK， 我想哈，各位都应该很清楚哈，其实他们很无奈，出来的官员都很无奈。哦，我们对他生气，我们对警察生气也很无奈哈，因为问题就是在陈冲这个人，所以呢，警察跟官员啊都出来背黑锅，所以你看刚刚官员说他的立场跟我们一样，那我们说是瘦肉精零检出，他一块就变不一样了，所以他变成呢我们的政府啊的决策者逼我们的官员说谎话，而且公开在媒体跟公民团体面前说谎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怪他，因为他们是你能那个，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站在你的儿女妻子啊也是一样会知道瘦肉精的立场哦，同理心来看待哦，你必要说你可以辞职哦，跟我们站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这样每个官员如果都辞职的话，我相信陈冲就没有部下，他就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应该问他愿意买有瘦肉精的肉吗？因为这行政院既定的政策，请问一下你以后愿意买有瘦肉精的牛肉吗？你不能回答，这是你个人。推开就是说谎，你应该要有责任。刚刚警察都不愿意买，刚刚我有做过民意调查，警察不愿意买。请问你未来行政院这是既定政策，请问未来行政院开放有瘦肉精的肉，你会在任何的节庆的时候买有瘦肉精的牛肉给你们的家人吃吗？请回答。好了，那个不会的话，那不会的话，那个不会的话，那会的话请举手。哎，不会的举手。好，好了，我看我们。不好，那我们就请他离开。我们满不满意啊？不满意。好，抗议政府无能。抗议政府无能。抗议政府说谎。抗议政府说谎。好，各位好，我们来行政院两次了。基本上我们是公民团体啊，不喜欢被抹黑成暴力分子哈，甚至呢被抹黑成呢不理性，所以我们所有的谈话哈都非常的理性哈，各位可以看到。那么原则上，我们是先礼后兵啊，我们给政府的承诺是给国会议员的承诺是3月20号，每个国会议员你都要签零检出，不管你是用提案的方式或者发表声明的方式，你要告诉大家你的立场是什么。好，目前呢还有30多位国会议员没有表态，但是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不管蓝绿的国会议员都表态了。第二个，陈冲院长他明显的在这段时间呢，他每一句话都是谎话。
然后他说谎，还要逼着下面的官员说谎。所以呢，我们在三月，我们给陈忠院长是3月31号，但是呢，我们目前已经在申请集会游行了哈。4月1号，好，4月1号，陈冲没下台，对象就是陈冲。国会议员没有通过支持零检出，那对，那就国会议员也是我们的对象。4月1号，也是一个软场哈。我希望呢，我们的政府啊能够三思而后行。今天我们要的就很简单，因为我们是老百姓，我们缴税给你们政府啊，给你们薪水，跟你们俸禄，你就是最基本就是让我们食物安全。好，好，最后我请美兰姐做一个总结。好，在这边我们公民团体再次的呼吁，马政府、陈内阁能够给我们食品安全的把关。假设陈冲院长，你无能，你失职，请你道歉下台，因为你告诉我们你会给我们幸福指数，可是我们看不到的幸福指数，我们看到的是恐慌跟不安。你说会给我们一个安心内阁，可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一个安心的，让我们是不安心的黑心的政府。在此重申，马政府、陈冲内阁能够扛起你的肩膀，既然没有时间表，既然没有立场，既然也没有任何的美国掐着你的脖子的话，请不要买毒品给我们的台湾人民吃。好，那我们各位媒体先生小姐，我们今天的记者周会就到这个地方哈。下个礼拜啊，我们就是3月20号之前啊，我会针对国会议员的表态啊，再进行一次的说明哈。好，谢谢各位。我的朋友们啊，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我们的权益，勇敢抗争到底。把美牛要安全，我的朋友们，为了子孙的健康，勇敢战斗到底。上。